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行车草原龙R四浪。今天我要讲述我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。这几年从深潭又跌入地狱，这一路的坎坷总算是熬出头。回看过往，一路都是风景。我要用一首歌带大家看看这两年的过往，回看曾经，一路都是风景。有心酸，有坎坷，但确信我还活着。